爸，这个因为时间也慢慢啊接近，是不是广告时间到啊？哦，广告时间。迄个金鱼起舞，金嘴啊！金嘴的起舞，我这个烧香，上重要看见系买票。宅尾就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台湾图书室登记，可以团购八折优惠这样子。是的。然后或者是说，用心在哪里？可以搭配我们最近还有一个小剧展的活动，其实这个礼拜已经是第三周了，总共有五周。那如果你买金水四某的八折票的话，我们另外可以搭，你可以选任选两档戏，都是七折的优惠。就等于说，你可以八折买金水，然后七折买小剧展的两档戏。对，那接下来的三档其实都很精彩。我们邀请到那个中山大学的那个剧场艺术学系，他们这礼拜要演《第六病房》。那下礼拜的话我们软剧团有一个子剧团叫做任剧团，他跟中正大学的夜猫剧团合演一个《林黛玉高跟鞋》，它是歌舞剧。那这歌舞剧是之前绿光剧团，这等于是台湾第一次的歌舞剧，那他们就是授权给我们重新演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最后一周会有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的傻瓜村。对，那刚刚大家应该都有拿到 DM 里面有一些介绍可以参考一下。